现在侬倒过来啊！侬前头要等，前头要等。我坐后头。侬好有。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还好。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有在问，那我就开始啊。看你的时间。好的。可以开始了，就开始，麦克风拿起来就开始。好的。不方便，不方便。借过一下。好，那我们就我不用麦克风，大家听得到吧？听得到。我用麦克风不太习惯，就是也今天谢谢大家，那个台风要来了，大家还专门来听听我个小的分享。那今天呢，也是我好久没来一见了，正好之前呢也有一些朋友认识的老师呢也在这边做讲座，那这次也有幸受到邀请，那这次的那个王馆长呢说让我讲讲南昌路，那这个呢其实对我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因为在外面写南昌路的什么公众号文章也很多，然后呢对于我来说呢南昌路好久没有走了，但是呢经过一次讨论以后呢，那我今天就不讲什么历史啊，不讲什么了，我就讲一讲什么呢，我自己的关于漫游的我对南昌路的发现，反正我把南昌路彻彻底底走了好多遍游，然后呢今天就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来的呢既有老朋友也有新的朋友，那首先介绍一下，我叫格里董。那格里呢就是底下英文写的嘛，其实就是英文的那个同事的意思，这个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洋泾浜英语里边，就在那个原来在洋行里边讨生活的这些人他所用的那些英语，有可能发音不太标准，或者说他也没有受过专门的语法的训练，就是当时就是以实用主义为主的。那格里呢就是原来指男办公室里边男人之间的那个称呼了，因为以前职场的没有女士的，只有男人的，一般穿洋服的，直呼其名呢有可能太过那个太关系太过近了，但是呢叫张先生王先生呢关系呢又比较远，那格里呢是当时的一个比较当时是比较主要的一个称呼了，就像后来的师傅啊同志啊或者是老师啊这样的称呼。那格里董呢就是我，然后呢我其实简单先介绍一下，我其实也蛮多标签了，首先这个城市漫游者，那喜欢什么呢，我从差不多九八年开始走上海，当时的范围很小，但现在呢是上海市区包括那个市郊，反正上海市的那个行政范围里边现在都在走，也会带就是会带一些朋友走，也会做一些导览什么的，但是当然也有自己走，然后呢也会收集很多的那个上海的一些记忆吧，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呢是我一个收集一个大象，这是什么呢，这以前是照相馆的那个纸袋放底片放照片的，他这边写的就不是我是就是我美术照相，这其实是一家很有名的上海照相馆，在那个哪里呢，就在星星公司后面，其实在贵州路的104号，那现在呢是一个饮食店。这个人是谁呢，也是当时的那个粤剧名伶叫萧丹桂，有部电视剧叫萧丹桂之死，我小时候还看过，他呢其实在这个照相馆里面拍过照。这个呢其实是我收集的一个大象，其实我当时也是阴差阳错从老照片开始收集的，但是没想到收着觉得哎，照相带上的字体还有地理信息，那个很多地名啊电话啊或者是一些老的这些信息呢蛮有意思的，那我就开始收了，收到现在差不多上海从清末到2015年以后我就没有专门再去现在的照相馆，也很少了嘛，去拿，基本上收了那个800家照相馆差不多将近2000张袋子嘛。那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上海的一个俄国团体，那个为了纪念什么呢，1842到1943是什么呢，上海1943年的8月1号公共租界呢就是英国美国联合租界呢被汪精卫政府回收了，所以上海的一个俄国团体呢他
做了一个首日的实际封，他这边也写的就是纪念，就是说那个完成回收租界。其实在两天前的1943年的7月30号呢，法租界呢也是被回收掉了。所以呢他这边还有就是说那个孙中山的那个邮票还盖了一个章，是纪念那个上海的租界回收。像这个呢其实写的他已经是作废掉的，1919多少年27年的一个什么呢工作证，这个标志一看就知道极易嘛，但当时呢是叫那个劳伯森啊，叫爱迪生电料厂，其实呢在哪里呢，就在那个曹家渡的劳伯森路，就现在的长寿路。那这个呢我是上次在文庙，就老的文庙了，就是说无意当中认识的那个书贩给我一套这个陈阿妹这个女工她的服务的证件，包括她的薪资的证件什么，我收了一套，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看呢现在也要100年了，就当时呢有可能这位女士呢就唯一的一张照片嘛。然后呢这个呢是一颗啤酒嘛，上海的油鼻嘛，大家如果去过那个定海桥的话，那有很帅的一个 Art Deco 造型的一个啤酒厂。这个呢是上海的应该说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啤酒吧，不能说是最早的，但是最有名的。这个呢其实离我们不远，怡园跑狗场，就现在的那个文化广场，原来是跑狗场的跑狗票。这个呢是1950年上半年的上海捷达处那个自行车的纸质的那个执照招委。就这些东西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我其实对上海感兴趣，走呢是一部分，还有个呢想了解上海，但我了解我不是专业出身，所以我也不会去专门做一些课题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方法论。但我喜欢了解是什么呢，听这种八卦故事来了解以前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所以呢我会从这种纸头里边呢挑很多。记得我十几年前我买这个的时候，每次买回来我家里人说侬又买垃圾了，又把很多垃圾买回来了。但实际上呢其实收藏圈里面也有说百年无废纸嘛，就是对每个人来说每张的纸张呢它的含义不一样。那这个呢也是我了解上海的另外一个方面嘛。还有呢其实我也蛮惭愧，说那个研究其实也就是买些资料看看，会买些清代的民国的，我尽量看第一手的，尽量不上网看，因为我觉得网络信息发达是发达，但是太容易被误导，所以呢还是买一手的资料或者老的地图呢去，还有跟一些那个朋友前辈去交流。那这个呢也是我的一个爱好，所以呢到现在车和房子都变成书了，将来还不知道下家在哪里，不过不管了，反正现在有好看的都那个，昨天还拍了大概将近100张90年代上海的一些街景照，也花了1000多块钱，反正想想看就买个喜欢吧，这也是爱好的一种吧。然后呢其实弄得多呢，草根也开始被邀请去做一些讲座啊，包括大学啊美术馆做一些各种各样类的讲座，做一些分享吧，就是也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吧，就像被邀请那个来这边做分享，那我必须得重新得挖很多的一些资料，然后再重新去整理去梳理，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成长。那会办一些展览，因为我乱七八糟东西收了也多了，还有也会拍一些照片，在德国的，还有在上海恒山合集和以前那个安福路的那个照相机博物馆，我会办一些关于上海主题的展览。那参与一个独立出版了，是拍这些字，也是无意当中拍到的一些不同年代的，从有可能那个解放前民国时期一直到甚至到现在的一些我都也会拍，那现在也变成我一个主题的。我包括现在每次去那个市郊那个上海的那个各个农村的具体村里边也会去找这种东西，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持续行走的一个动力吧。还有呢会做一些上海那个元素的一些产品的开发，我们那个品牌叫靴，所以这个口呢就是上海话靴的那个口型，然后西约靴，就反正做这个呢就不多介绍了。那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一下我，因为之后我会讲到我来怎么样去我发现的那个南昌路嘛，那我的城市漫游大概怎么回事呢。其实我98年，我刚刚说98年18岁的时候开始，那个时候也比较空，那偶然
得到了一本讲老上海那个建筑的书，因为我从小出生不远，出生在那个衡山路高安路那边，所以小时候呢，因为爷爷奶奶家里边长辈的关系，所以上海现在一些禁区其实都进去过，包括康办啊，包括什么，其实也很多同学从小就是在里边，所以呢，我小时候的正好是这一块，这是跟陆元明陆老师的那个照片了，这张大家应该看得出是哪里吧，就是武康路的罗密欧阳台，就是被陈丹燕叫出来罗密欧阳台，大家可以看大概96年，差不多25年，25年前吧，大家可以看当时还爬满了藤蔓，对吧，老的树，这边还缺掉一块老的这种电线杆，当时完全不能想象，就是晚，也不是说晚上吧，傍晚下班以后基本上没有人，没有行人，没有车的，但现在的想想看，这个周边你动作不快一点，还没拍好了，很多人已经涌进来了，现在是这样一个，这个呢有可能有一些老土地认出来了，这是福兴路，哪里呢，其实也离我们这不远，福兴路的家乡，对，家乡路八襄阳路当中，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个陆老师这张照片的时候呢，其实很感动，小时候对于我来说呢，其实这种房子，我看这个城市的这个房子呢，觉得这种房子好玩，是蛮好玩，但是也没有相机，也是只是一个看看，但是多少年以后看到这些照片，突然之间我走过的，突然之间觉得很有感慨，也就是说我会不断的花很多钱去收这种实物的照片啊，或者是实物，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呢，我小时候的生活的环境呢，很多是这样的，还是以这些那个洋房或者是这些新式里弄房子为主的，所以我1992年第一次去老城乡去文庙的时候，我记得是那个去文庙，从福兴中路一直骑车到福兴东路，我那边还去找来，你说老西门那个门在哪里，找了半天没找到，一直到我多年以后自己走城市研究城市，我才知道原来老西门早就没有了，但是第一次看到大片的石库门，第一次看到，因为早上去嘛，看到人家生那个煤球风炉，然后倒马桶，那个时候我的冲击是蛮大，因为原来我一直以为所有上海人去跟我家一样都是用抽水马桶双人浴缸这种东西的，但是第一次有这些冲击，但那个时候我不觉得这个城市好，我等会说，我其实我不觉得这个城市好，我是90年代初读中学的，那时候有很多的同学有海外关系，或者因为很多父母或者长辈的关系，其实经常会外国，会带很多东西，同时也会看到很多录像带，印象最深的是我觉得好的城市是像香港，像东京，像纽约一样的摩天大楼，高架桥，那个新干线，这些东西，就是上海这些房子呢只能算是破破烂烂的，那个时候是很强的这个意识，所以呢我后来也选择去日本，2002年到2006年，但是没想到我去了日本那个地方呢，用我这话来说，学校是蛮好的，那个地方是千叶县的一个乡下，靠近那个木村拓哉那个冲浪的那个叫99里的海湾，5万人那个小城镇，但是我原来住的地方呢，我在衡山，从我家的房门出门到衡山路地铁站大概30秒钟不用的，走的话是从这样一个地方，你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是欧登堡林球馆啊，那个很热闹的，突然之间到5万人那个小城镇，我第一次住到山里边，山里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听到乌鸦叫，日本很多乌鸦嘛，那我想这4年怎么办，突然之间去了日本，那但是当时被日本的那个动画漫画还有那个很多那个音乐什么所吸引，后来去看，我觉得那个是发达的城市，好的国家去看，后来第一次去了东京以后呢，我觉得好像陆家嘴的大楼更加高更加新，然后呢后来去了香港，你觉得好像并没有儿时觉得那么的仰望那个感觉，但反而呢这个小城镇5万人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它特产是花生和大米，但是呢当地人呢他会不遗余力的向我这些外来的人呢去介绍他的家乡，他会说他哎这边有什么故事，有什么东西，还会真的是很喜欢，但反而呢我就觉得其实哎好像我的老家的上海其实有蛮多值得看的东西，但小时候呢我一直是觉得月亮是外面的圆，但是后来实际多年以后呢，看看首先呢外面的月亮和家里的也差不多圆，同时呢反而呢一直关注外面，没有太多关注家里边，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受到一种启发，就重新去审视
我自己跟上海这个关系。2007年开始呢，就是走市区范围来走这个上海，就发掘了很多原来不知道的。因为原来对我来说，其实南昌路，我等会说的南昌路这边已经是我最东端的儿时的这种行动的范围了。因为我要去，说白了，淮海路、徐家汇、静安寺，坐地铁去那个人民广场。那时候我小时候唯一一次，除了去那个文庙以外，唯一一次去南市印象很深的，1996年我去董家，我喜欢衣服，去董家渡买布料做衣服的时候，43路坐在南浦大桥底下，从那个旧仓街走进来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真的去农村了，地是土路，然后有布的那个帐篷扎着来卖布的。后来多年以后呢，我去董家渡，包括下周我还会专门讲个董家渡的讲座，就是那个时候呢，我是觉得完全是不敢想象的。但现在呢，发觉上海其实很有意思，比如说虹口的一条乍浦路上面，隔个30米有2座日本的寺庙的建筑的遗存。这个不光是一个建筑遗存，还说明了当时的上海的社会的一个多样性吧。包括这边也要消失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在离南京东路零距离的1860年代的老的弄堂，还包括现存的最早的那个公共厕所还在。当然了，这些东西会随着几个月以后的那个旧改，应该是全部被格式化的。但是很多东西其实就在身边，不知道。所以呢，开始呢就开始去慢慢的去走走这个城市。然后呢，接下来就讲讲，首先先讲讲那个南昌路啊。那个南昌路，首先我也很早以前做过一些功课，因为为了走一条路，我会先了解一下大致那个情况。首先，南昌路是1902年，等于是租界越界筑路。那个时候，租界呢还是在东面的，这边呢其实还是中国划界的地方。但是呢，当时呢有什么呢？有顾家宅军营。当时其实复兴公园的前身呢是法国的一个军营，然后呢后面才被改为公园，然后呢1914年以后呢，这一块区域又划到租界里边，然后慢慢变成我们现在的样子。所以最早的那个时候的南昌路的一段呢是最东端，从哪里呢？其实从那个重庆南路一直到雁荡路，那个呢是最早的叫军官路。这个当然是法文，这是中文的意义。1920年呢改名叫做塔尔菲斯路，就这么一小段。那然后呢1912年呢，其实这一段路造出来了。这一段呢是从哪里？从我们的那个雁荡路一直到瑞金二路。那这个呢叫环龙路。环龙路呢，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的人名了。据说我看一些资料上面说，他是原来的一个法国的飞行员，在上海表演那个飞行的那个表演。但是后来呢，因为飞机出了事故，出了那个应该说故障，那后来呢，他如果是安全降落的话呢，有可能会伤及到很多的那些当地来看那个表演的人。那他就选择了机毁人亡，但是尽量不要伤到别人。那据说这样的一个事迹呢，就引得了租界和引得了很多上海人的这些好评。所以呢，上海的租界呢，为了纪念这个人呢，就用他的名字呢命名了这一段路。这其实是我们说南昌路的中段嘛，东段、中段。然后呢，1913年的时候呢，那环龙路呢继续往西面延伸，从那个瑞金二路延伸到了那个我们现在陕西南路。1923年呢，再从陕西南路呢延伸到襄阳南路。其实真正的那个南昌路呢，其实襄阳南路还过去还有一小段，还有大概小几十米的感觉。这其实就是说南昌路的前身是有那个塔尔菲斯路和环龙路。1943年呢，我刚说的租界被回收了，回收以后呢，那个其实汪精卫政府呢为了去除那个欧美在上海的这种影响，各种各样的影响，文化影响什么，所以他把当时的上海所有租界里边的一些用外国地名或者是相关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呢全部改掉了。所以呢，南昌路呢就是由塔尔菲斯路和环龙路的合并改为南昌路。所以我们现在上海很多地名并不是说1949年我们解放以后改的，其实很多在43年改过。43年改过以后呢，
46年呢又改过一次，然后呢49年、50年代，最后大规模改一次呢是1964年左右，是这样的。那这个我找了一张1914年的地图，当时呢就是说那个这块呢被划到法国租界里边了，大家可以看当时的我们说南昌路，就是到这条路，这条路叫精神富路，精神富就是现在的瑞金二路，但是这个精神富就不是个中国人啊，他只不说就是说翻译的话，用他那个一个发音来说，精神富路，还有什么那个姚主教路啊，那个赵主教路啊，上海其实还有一些类似路，大家可以看当时的上海的那个法租界，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黄浦区和徐汇区的大片的道路里边，其实道路还不多，还有很多什么呢？自然的小的河道。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弯来弯去，为什么呢？其实原来我们差不多是从那个瑞金二路开始的，这个到那个重庆南路的南昌路呢，原来是一条河，这条河叫什么河呢？叫做马邑津，就是马那个跑马的马，意义的意啊，那个意义的意，还有那马邑津是一条河，所以大家可以看，特别是这一段大家走又短，绕得又很厉害，其实它是自然河道填河筑路的。那走到南昌路上面呢，首先呢我会走呢，我会看一些比较对我来说比较有些典型性的一些建筑吧，比如说像这幢楼，我相信我刚刚说这个路很弯的，差不多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最早的那个军官路这个地方，有一栋很窄的房子，它又不是正正方方的那个四方形，它是一个多边形，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房子呢，是首先是外形吸引到我以后，我查了资料呢，包括网上包括很多的那个书面资料上面，它显示它叫基督教信义会的，据说还有过教堂，但是这个呢我亲自到这个楼里面进去过，我觉得首先这个房子不可能是教堂，大家可以看它比较特别，什么呢？这个是它朝南的一面，它有那个面砖，其实旁边的话其实都是有那个清水砖红砖上面再有搭建的，但背后呢很窄，现在里面是住人的，我进去过几次，里边呢其实对我来说建筑呢没有什么那么多的经验，反而是在外面呢有意思的就是它的房子很窄，很难想象这个房子作为住宅或者作为什么来使用，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亲自去看看的话，就会发觉还蛮有意思的，这是我走南昌路的时候外观上很吸引到我的。第二个呢对我来说比较有记忆的呢就是复兴公园，其实我找了张那个1947年百叶上面的一张那个复兴公园大致的一个图啊。其实我刚刚也说嘛，这个地方原来叫做顾家宅，大概有20-30户农户。其实，不光是这边了，我们南昌路包括 IPM 这块地方原来叫钱家荡，它还有什么钱家弄，对面还有张家弄，这些原来都是自然村落，慢慢的变成我们现在的那个城市的。这个呢，原来是一个叫做那个顾家宅的一个地方，后来呢法国人呢在这边建造了一个军营，差不多1901年左右吧，有一个叫顾家宅军营，然后1902年呢就开始把这个军营迁走呢，改成我们叫顾家宅公园，就是有的写叫法国公园，慢慢扩大，然后呢就成为一个上海唯一一个就是法国式样的公园。那这个公园呢其实我没有太多研究，我也不太能说清楚，但是的确里边呢有一棵梧桐树呢，的确是超过百年的。那这个树我小时候呢还看到有很多老人在那边烧香来拜这个树呢。那我为什么会去烧香等我会说，那这个就是首先这个感觉，其实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这个建筑应该是很有名的，钱柜对吧，背后是 Park 97对吧，这个呢对于很多的，对于应该说对于我这一代那个80后的包括一些70后的朋友，这个是很有名的，当时也是上海的很热闹的一个所在。我为什么选这个恩格斯像呢？我不是党员，但是我从小拜师傅练拳，早上4点多就在这个后面练拳的。
练拳的，我练内家拳的。为什么要四点多练拳呢？因为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上海，就是在以前其实有很多打把式卖艺，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帮派走江湖的人很多。但在解放以后呢，慢慢这些也是要受到控制了。其实上海后来有大量的练武术的卖艺的人去的单位是什么呢？公交公司。我的师傅呢姓马，他是什么呢？法商电车公司的，以前是开电车的，据说是为了在他那个年轻的时候，可以为了一排碗，冬天为了一碗大排面，电车开到那个外滩黄浦江游个来回。那小时候呢，他们这些人呢其实岁数大了，他也会收一些徒弟的，但是呢已经是没有像那些很公开的来练习了。所以呢，上海的各大公园，你只要说得出的大公园都有练拳的，而且不同的门派，不同的，大家不要笑，到现在说不定还有，这个现在还有，这里面每个公园，而且蛮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对于南昌路的记忆啊，这也是有点远的，是大家听听，就是说当时就说得出你哪个公园谁谁谁是很厉害的，比如说铁砂掌谁谁谁是哪里，那大家不要笑，真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也为了防止人家偷拳，偷拳就是偷偷看你，因为会练的人他看了就知道你怎么样门道或者怎么样来就撬门在里面。所以呢，每个人划好地方，早上四点多练拳，练到大概六七点钟，一般的人来锻炼的时候回去的。那个时候呢，我最早的时候呢，骑自行车是先是骑到高兰路那个门口的，后来高兰路那个门口觉得不方便，后来骑到雁荡路，所以也会经常从南昌路走。那个时候呢，对于我来说这个记忆比较多。后来从日本回来呢，师傅他们会在这边喝茶的时候，这边有很多大的树，在这边练拳，这是我的印象很深的。所以说我说我小时候看到那棵树现在还在，是在那个福兴路那个门口，那个所说的神树，100多年的大梧桐树，真的就是有老人在那边插的那个香去烧香的。其实包括小南门不是有那个银杏树啊，其实很多中国人对于这种古墓他都觉得有灵的，有灵在里边的，所以呢会去作为这种信仰啊，不是说信仰了，就这种去祭拜这种比较多的。但是呢，中山公园里面也有那个百年梧桐树的，倒是没看到过人家烧过香。但是复兴公园说不定现在还有，我说的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师父已经走掉，我就没有去。这是对于我来说复兴公园的一个记忆。法国学校这个呢，其实是原来是法国总会。法国学校呢最早是在霞飞路，在淮海路上面的。那后来呢，法国总会呢1920年代呢迁到了我们茂名南路，也就是现在的那个花园饭店的地方。所以这块地方呢就作为那个一块使用的土地呢就送给了当时的法国学校，主要呢是收纳这种以法国人为主的西方那个外国人的小孩读书的地方。那后来呢55、56年左右呢变成上海科学会堂。我对于科学会堂的记忆是什么呢？我小时候就记得每年好像过春节之前会搞一些这种活动，我父亲那个单位他们会搞一些，会拿到一些票子，有的时候里边看电影，有的时候进行这种猜谜啊，甚至套圈这种活动。那个时候呢，我进去的时候，进了这个大楼的时候，就觉得这楼很大，人呢很小。那个时候呢，小孩就觉得蛮可怕的。但是多年以后呢，进去呢就看得不一样了。就首先盯什么，盯了一块大的彩色玻璃，看底下土山湾的签名。当然后来我那个时候是没拍到，我就看过没拍到，所以没放。大家以后有机会经常会开放的，进去看看。它里边在那个一楼到二楼之间的那个楼梯有一块很大的彩色平滑玻璃，有土山湾签名的，那个是很不错的。那这是当时那个发行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明信片了。大的草地其实后面是什么呢？法国公园，就是我们的那个复兴公园。第三个呢，其实这个并不是南昌路上面，但是南昌路边上也是很吸引我的几个点是什么呢？就东正教的圣尼古拉斯教堂。这个教堂呢其实是30年代建造的，也有俄国设计师来建筑的。其实是我觉得是上海应该算是现在仅存了两座嘛，原来据说一共有7座，在上海有7座那个俄国东正教的教堂，但是呢后来因为
六十年最后的那个东正教的主教呢，在六十年代初好像是去世了，然后呢，东正教呢至少是正式退出上海。教堂呢原来的七座里边呢，现在只剩下两座，一座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新乐路，就原来亨利路的圣母大堂。圣母大堂那个怎么说，体量比较大，这个呢相对比较少，但是呢外形比较好看，一朵朵的那个花瓣。但是呢，其实在六十年代呢，上面这个顶呢其实是被那个毁掉的。其实我们有些走些老建筑的朋友可以看到，就很多的也不光是宗教建筑的顶吧，就是很多的顶，包括那个外滩，包括很多的顶其实都被拉抹平掉的。那这个是尔东强先生在那个当时就90年代拍的，大家可以看颜色其实还是很多都脱漆的，但是蛮棒的是什么呢，它的造型其实还是很棒的，比较小而美的，这个相对于那个圣母大堂的话是更大。那这个是我爬到旁边的那个楼上面去拍的一个，其实呢后面来恢复之前呢，其实一直是作为工厂，后来作为餐厅关闭，但是后来呢，其实前两年后来有著名建筑师于挺来改成为了现在的一个斯坦书局的一个书店。那书店我没有进去过，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呢，这个教堂后面那个老房子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这个房子的一个年代比较早，而且呢建筑的那个其实味道还比较棒，就是属于这个区域里面所以年代比较早的。所以说而且最近很红的那个阿宝对吧，繁花，他爬到屋顶上能够看到。我不知道阿宝爬到哪个屋顶上，但是我在南昌大楼的楼顶的确很远能够看到这个。为什么？太阳的反射很厉害，金光闪闪。但的确呢，的确是一个在这么一条小尺度的街道上呢，有这样一个建筑呢的确是很棒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于我来说，南昌路我要做路线什么，这边也是肯定要带到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南昌大楼。其实呢大家看这个立面是很有名，但其实呢它的正的立面其实很小，它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 V 字形的。这个呢当中呢是它一个天井，这六个什么是原来的车库，但那个车库是没有了。那这呢是1933年时候有那个有人投资建造的8层的高档公寓，但是据说这个是天主教的教产，就具体现在也很难说，我很难说清楚了。但是里边进去过呢是很棒的，当时呢属于高档的公寓。原来呢它那个套房里边呢其实不设佣人间的，据说呢很多的佣人间呢是在后面天井的房子里面，有专门的那个房间里面有电铃，主人如果有需要的话按电铃可以把佣人叫过来的。当时的设备是很好，而且它有好几道那个出口，因为房间那个建筑的体量很大，然后呢是用电梯的。到解放以后，我们说建国以后呢，还住的很多是一些那个社会名人啊，或者很多教育系统的人。我就在地下看的这个 V 字形的，它这几根管道呢，其实什么都是扔垃圾的那个垃圾的管道，就是它不用拿下去，就是每一层垃圾丢好，底下有人专门来收集的。它一些细部的Art Deco 那个细部的就很漂亮，包括这边可以看光芒、闪电、太阳、山。虽然说它这个做的很高，那个时候我们一般肉眼很难看清楚，但是呢，其实做的一点都不马虎的。大门上面这个铁门是后面加的，但是可以看到这些的装饰的釉面的装饰，还有包括里边的门，它也是一个立体形状的，并不是像我们很平常那种四方形的。像这个呢，其实就当时的一个社会的流行嘛，30年代正好也是上海房地产往上发展的时候，1925年 Art Deco 的那个这种审美的这种元素呢，也在从法国巴黎出现，然后呢慢慢的流传到世界各地。它不光是建筑了，还有服装，那个包括平面设计、产品设计，还有什么。但是后来我看了好几部资料，里边都说，就是说有美国的建筑学的学者来统计，20世纪前半叶，就是1950年代为止，
世界上那个二十世纪前半叶为止建造的 Art Deco 建筑的数量最多的城市，其实不是巴黎，是纽约，第二多的是上海，第三多的有的说是芝加哥，有的说是迈阿密，因为迈阿密和芝加哥的 Art Deco 又不一样，所以可以想象就为什么上海是第二多呢？其实一个是当时上海的房地产有大量的钱涌入，而且当时的主流审美是 Art Deco， 所以呢很多的那个厂商如果造大楼或者造小房子都会使用这个风格，那一个 是一个流行。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们上海一直到90年代为止呢没有太大的拆建，所以呢很多房子呢从30年代，因为30年代后期37年开始打仗以后基本上停止了，到后面40年代又有战争，然后之后呢也没有太多的房地产的发展，所以很多建筑留下来了，是这样的。反而去巴黎呢，我去看过也找过，有很多很精美的 Art Deco 的，但是真的是很零零散散的，是被美国人带起来，然后呢受到这个影响呢，上海也大量的出现了。那这个是绝对是南昌路上的一块牌子，它用的这些砖呢也是当时的这种釉面的砖，很漂亮，而且可以看出不光是用立体的花纹，它用颜色来区分来增加它的表面的视觉的这种冲击力。接下来这个呢，其实呢襄阳南路102号这个地方呢原来有过一个犹太教的教堂，这个犹太教的叫，因为原来那个襄阳南路叫拉都路，所以呢这个教堂的叫做拉都会堂，据说呢是1930年代有那个叫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就是从俄国过来的犹太人出资来建的。其实上海有过至少3种犹太人吧，一个是叫塞法蒂犹太人，就是那些犹太大亨，像沙逊家族啊、加道里家族啊，后来哈同这些中东的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呢，是从那个白俄，从那个俄国，因为各种各样原因，等于说逃难到中国也好，流亡到中国也好的这些犹太人，包括我们现在的那个虹口的犹太纪念馆。犹太难民纪念馆其实就是当时的那个白俄犹太人出资建的，那这个呢也是他们建的。为什么建在这里呢？我个人认为，因为其实我们说法租界，说南昌路，说霞飞路，其实法国人没有多少的，真正大量的居民或者是把这些商业气息给带到上海来，把这个作为那个商业街的，其实是白俄和或者是犹太人，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时包括对面的霞飞坊住过很多什么俄国人的小业主，像红房子的老板啊，或者是开很多面包店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可以住到那个洋房或者是那个像淮海公寓那种高档公寓，所以呢一般来说就是这种新式里弄房子比较多，所以呢南昌路这边两边茂名路还有淮海路住过很多，所以呢也有可能也有宗教需要嘛，就造了一个这个教堂，但是60年代呢正式关闭，90年代的拆掉，原来呢是做过教育会堂的一个建筑来使用，现在这个房子肯定不是原来的，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原址，这边呢基本上就是南昌路的底了。但是呢如果大家走南昌路呢还有个建议，其实呢能够穿过去或者什么，在枫阳路9弄3号1898年的一幢全木结构的一幢老的花月洋房，这应该是上海是年代保应该是最久的老的花园洋房之一吧，这原来是海关俱乐部，现在还住的人，全部是木板的，这个屋顶啊是也是那种菱形瓦，其实呢它这个地方比较局促，我也没办法拍好，如果大家有机会实地去看看是蛮好。那为什么我把那个枫阳路海关的这个大楼这个房子呢放在那个南昌路的底呢？其实原来南昌路到底它紧贴的就是海关的基地了，所以包括有海关中上那个丁贵堂的建筑，也有海关俱乐部。以前呢南昌路旁边还有条弄堂能够穿到这边来，现在好像被封锁掉了，但是如果大家以后走呢是值得看看的。那接下来就是说我这次来怎么样看漫游，或者我发现南昌路是怎么样的。首先我平时是这样子来，我的照片是这样拍的，对吧，其实都是某个水果手机，要么戴个耳机，现在么戴个蓝牙的，以前么戴个插线的，戴副太阳眼镜，我比较怕光。然后呢为什么有这个
Instagram 这个软件呢，其实我拍不来照片的，所以呢，我的所有的照片手机上拍好。当时最简单的时候 ，Instagram 还是这个图标的时候呢，把照片放进去，你加个随便加个滤镜，出来一个方的，哎，我看还蛮好。这个就是比 PS 要简单多了，对于我来说呢就很实用。所以呢，我到后面开始拍这个照片呢，都用这个软件。软件的标识已经改了，手机已经换代了，但是我拍照的方式还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保证尽量保证90度的垂直的，看到它一个全正面的一个样子，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我呢每一条弄堂都会进去过的，其实南昌路淮海路当中也有那么窄的深的小弄堂，每一条弄堂走，每一幢房子能够进去的我都会进去。当然了，为了防止这个良友公寓啊这种问题呢，我首先是少人数一个人进去，还有呢，尽量是看到人呢，阿姨啊说多翘脚，虽然我已经40多岁了，有可能人家就50多岁，阿姨啊说笑脸多翘脚，打个招呼，那么一般来说没问题的，但也不乏，包括今天也被人家赶出来过的，当然不一定走南昌路了。但这个嘛，也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多跟居民争执，要不然呢真的是，说不定哪个弄堂口大家一看到隔离董的照片贴在那边，私自闯入，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恪守这样的一个规则。那这是南昌路一个弄堂，因为我不记门牌的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其实进了这个门里边，也有很多的看点，比如说这种圆形的塔，柱子上面这种做法，包括很多的这种细节了。其实有些东西呢，你在街面上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因为也是走了太多以后呢，慢慢觉得其实大家都拍，我也拍，我看到跟大家看到一样，我觉得没有意思了，很偶然的我就走到里边去了，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大家可以看它的地坪啊、砖啊，包括晾的很多衣服啊，很多人说这个晾的衣服很难看，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当初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参与一些城市未更新或者是一些那个改造的，很多人说修旧如旧，哎，这个修的跟原来不一样。其实怎么样修的怎么样才是最好的，其实个人觉得不一定要跟他出厂时候的模样是最般配的最好的。其实呢，当中有很多可以去商议的，会跑进去大楼里边，也会拍一些这些内部。其实我们大家很多走南昌路的时候看到的这些大楼，瑞金路南昌路口的大楼，但是你走到里边呢，又是完全一个另外的一个空间。跑到里边，这个房子我猜大概是1920年代初、1910年代末，应该有100年的房子了。虽然说很多你每去一幢老房子，很多居民一般他不愿意跟你聊，我们这房子都100年了，一听都是1920年。其实呢，但这幢房子看呢是应该是老的房子，还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壁龛，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是干嘛的，我也看了，以我的经验原来以为是热水钉，但是其实不是，但也找不出，所以还为了这个呢也跟那个居民也聊了老半天，这也是一种乐趣。跑到房子里面走种种楼梯，对，就是说如果大家在一个是大家那个不影响到居民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呢大家也想探寻的话，我建议啊，可能的话走到建筑里边呢说不定会更好玩。这个其实走很累的，但是你不得不说很漂亮。这个房子很小，叫艾斯公寓，我没放上去，其实就在南昌大楼斜对面那个茂名南路110号。但这个房子很小，但是做得很精美，它的楼梯也高，也蛮高的，没有电梯的，爬楼是真的是那个，但是而且它的那个楼梯的那个很窄，我的脚比较大，踩上去很容易滑下去的，所以我只能在最旁边走。这是另外一幢楼，其实不同角度在建筑里边看到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蛮好看的。其实呢，这样的楼梯的景色呢有很多像类似的，只不过我就是说在南昌路发掘的，我把它给摘出来，但的确呢也是蛮漂亮的。这种呢一般来说当时都是很多的俄国人住的一些老的公寓，一般来说呢就淮海，大家记得在淮海路的南北面一般有很多的公寓，当时的公寓呢其实都是给这些当时的一些
中产阶级外国人住的，造的是蛮好的，高档一点的有电梯，一般来说就爬楼梯的，这种楼梯。那这个呢，其实不是南昌路啊，陕西陕南村，但是也算是南昌路附近的，大家也可以看，其实这个角度，我很想把这个信箱给拍全，我用了广角，用什么，实在太近，大概这个走到的距离1.5米左右，这个信箱大家可以看，一共就是6户人家，就刚刚这个楼，他就坐在门口，他有很多的细节，但是很可惜，一个太暗，第二个呢，实在是太难拍，这个呢就是明显就是很漂亮，一圈是比利时教会的房子了。据说是那个我这边一个朋友，在座的朋友说，就当时的前几年比利时的王子好像到上海来，上海市政府呢还专门安排了一家物况最接近原来状况的，让那个王子来参观。据说呢这个房子呢是教会的房子，里边的很多把手都是水晶把手。南昌大楼里面的，大家可以看这个。这个呢是什么呢？电梯井周围围着的楼梯，所以它的楼梯一个多边形的楼梯呢，其实走的比较少，主要是坐电梯的。大家可以看，它是另外的辅那也不是辅楼是吧？次要的这个出口，它这个扶手大家看到只有一根，为什么呢？如果扶手有我们通常来说上下两根的话呢，你就相对要占掉一定的空间了。所以它是为了节约空间的话呢，所以它把上下两个呢并在一条线上面，相对来说这个楼梯的宽度呢就能更大点。当然了，它的楼梯也宽不到哪去，因为最主要都是坐电梯的。但是呢，为了它的实用性，而且这个也是很简洁、很美观的 Art Deco 几何性的，大家可以看几何形的这些楼梯的柱的台基，然后呢，地上的那些墙上的这些墙砖其实都很漂亮。那这些呢我们在外面呢就很难想象的，所以说呢有机会呢还是进去一下。就按照那个种类我大致分了一下，就入口的这个嘛，其实现在那个建党100年就是也宣传很厉害的那个新青年的编辑部的，这也是南昌路比较少的石库门建筑的那个入口了。当然了，就是说这次其实因为100年这次的庆祝呢，其实南昌路呢也我看了一下子，是因为我好多年没走南昌路了，走了一下南昌路觉得突然之间好棒，很多的楼外墙也洗干净了，然后原来的有一些比较脏比较杂乱的空间呢也变成了一些很适合现代生活的一些小的绿化街角公园，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棒的。这样的其实石库门建筑呢在重庆南路以东呢其实蛮多的，但我们这段南昌路上呢还是比较少，所以我拿进来了。这是另外一个石库门的建筑，这两幢呢其实可以看的都有它的西式的味道在里边，一个西式的垂花，这个山花其实都是蛮西式的，但是里边住的我觉得应该都是我们中国人，那也有很洋式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用水泥浇出来的那个绞绳柱的这个灯呢永远是这样子歪在这边的，我已经10多年了这个灯还是这样的，但是也是蛮棒的，一个西班牙式的一个小的一个入口。那这条弄堂呢其实它叫复兴路，大概1252弄好像，但是它有个老的地名叫张家弄，其实它一边是通南昌路的，一边是通那个复兴中路的，虽然是一个老的弄堂，但是大家可以看它的房子还是用这种很摩登的 Art Deco 的这种做法来做的，一种几何对称的一种做法，其实还蛮摩登的，也蛮难想象这种本地的老弄堂里边还有一小排这个房子，但房子里边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噱头，但是这个门面呢做的是还是蛮好的。南昌路呢比较多的是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一些住宅建筑，所以呢很多建筑呢都用了西方的这些古典的柱式作为门口的装饰，其实这个如果拿出去的话就是某些那个西方古典建筑的一个神庙的一个屋顶啊这种，但它又把它缩小作为一个玄关的一个装饰。
还有这种有挑檐的，我觉得按大致的外形来分的，有这种挑檐的，还比较多的其实是两个门连在一起的，后来还加了这个扶手，这个扶手呢，我个人觉得加的不太好看，但是为了有可能老年人上下比较方便嘛，这个房子也是，这个我其实很推荐，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个壁龛的那个南昌路199号，如果大家有机会，它是独栋了。其实呢它就紧邻着那个陕南村，这个房子其实蛮漂亮的，地上的地砖啊，包括楼梯啊，包括它的座，它是独栋的，是蛮气派的，只不过就是后来因为那个各种原因的分割呢，它的花园没有了，但这个是蛮值得看的。这些房子都比较好，红砖的。其实我们很多朋友看那个老洋房的时候，那个老人就说，哎呦我们这个房子好啊，你问他好在哪里，我们都是红砖房子。我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不是红砖啊，但这个房子红砖，因为什么呢？红砖一般来说都是机制砖，就工厂用机器来做出来的这种砖，当最早的时候很多是外国的，但后来也有很多中国的那个唐山啊、昆山啊，包括上海的厂商也会来做。就比起我们通常看到那个灰色的那个本地的那个泥砖来说呢，它的密度啊、它的那个坚韧程度啊更好，当然成本也更高。还有呢，用老一辈上海人那个金宇辰他也说的嘛，就是说钢门钢窗打了地板，还有一个红砖，一般来说呢就是说至少中产阶级住的这种新式里弄加上洋房的这个标配。接下来是这个门上的这小窗，其实这个如果大家等我出门往左手走的话就能看到，但我一直是很喜欢这种做法的。其实你很难说出它是具体是什么样一个图形，因为 Art Deco 很多图案其实都是抽象的，它不一定是表达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它是一个这种感觉，但是呢蛮漂亮的。这个呢是其实是什么呢，是高兰路上面呢也是一个 Art Deco 风格的一个窗的铁艺，它们既有这种实用性，什么实用性呢，它有一定的可以那个安全性，就是哪怕玻璃被打破了，人也没有办法随便的那个侵入，而且呢还有它的外观的这种就是说很时髦的或者是几何形对称的这种外观的那种装饰了，就比起我们纯粹的像现在的铝合金的那种牢笼来说呢，这个呢是考究很多了，一般来说都是定制的，所以说很少除了这些建筑以外你很少能够看到同样的在别的地方是很少能见到的。这个雁荡路其实呢我刚刚说的那个叫顾家宅公园嘛，其实南昌路上面还有一条弄堂，像南昌弄的20几弄啊，其实原来叫做顾家弄，那这就是顾家弄里边的一幢房，顾家宅顾家弄也是一种窗上的，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就是一个狭长的一个玻璃的一个边门，然后这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做法，其实觉得有点中式，有点好不好看不说，反正还蛮特别的，我就把它给记录下来。还有就是这些呢，我刚刚说的一些很多老公寓里边，走到里边一层层爬上去，你会看到的很多其实都是一些线条的组成图案，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蛮抽象的。刚才我就说那个楼梯很难爬的那个房子，这个呢也就是那个瑞金路入口的，其实它不光是这个门上面，它整体的那个装饰上面其实都有配套的。那这些房子呢其实当时就是专门定做的，也摆到现在呢我是觉得是相当相当的美观，如果有机会我一直想收几块拆下来的这种门禁窗，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过别的形状的，一种椭圆形的，这个也很棒的，我觉得像个月亮形。其实这什么呢，这是一个门推门的一个把手，我们把手通常是那个转的，它就是手扶在这个上面，钥匙打开手扶推开来的，做的很像个月亮三根杠的。这个呢是高兰路上面的，高兰路上面的啊，像这种呢有可能当时呢就是一种也不一定是说很相当豪华的那种花园洋房，它就是一种新式里弄建筑，但是当时的那个建筑里面相当考究，设计呢也相当的那个精湛了，所以说我是觉得放到现在呢依然是相当的那个棒，不过时。一些窗栏就铜钱的造型和这种卷叶的造型，其实
我也没想象到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就在我们前面一点一个法式的，应该是1920年代初的这种房子。这个房子里边就用了一个这个铜钱的这个造型，我是觉得蛮奇怪，但是看的东西呢是老的，一问那个居民他说原来就有的。还有像这样的，这个呢是直接上二楼的，底楼呢一般来说是工作间的，所以说楼层比较低，也但是它也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装饰，包括那个铁窗来隔断。还有这种波纹的和纯直线的，当然后面的彩色玻璃是全新的，但它里边这个窗框上面那些是完全就是当时原来的，很漂亮的。这也是那个南昌大楼里边的，像这种其实做的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功能性，它是防止人跌落，还有一个是通气采光，如果它做成一个石墙的话，有可能里边是通气或者是采光更暗，但是它比起很简单的线条呢做得很复杂，但是呢它大概一批做可以做五扇，因为它有五个楼梯，所以说它可以做五扇，很漂亮的。接下来是一种扶手，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是什么感觉，通常很多是三根线的，在很多的那个老的公寓里面是三根的 Art Deco 很多代表，就是南昌大楼里面四根，很多人有些朋友看到他会觉得哦，这个好像完全是没感觉，的确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些个人的一些爱好或者审美了，如果是看了比较多的话呢 Art Deco 建筑里面有很多有三条线作为那个中轴线对称的装饰的，特别是像那个淮海大楼，就是那个原来美美百货啊什么，大家看当中有这个线条作为竖向的一个装饰的，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特点。那这个呢就是我刚刚说楼梯很难爬的，大家可以看这个，我以90度平的角度来拍的，这个楼梯的坡度是相当相当厉害的。为什么呢？它的地方太小了，它如果要做个楼梯，首先直楼梯的话是不可能的，它旋转楼梯呢是最容易坐上去的，但是由于它的楼梯间的空间太小了，所以只能做的楼梯窄坡度高，所以爬起楼来很累的。你看这个是南昌大楼，是通常来说比较缓的坡度，正常坡度吧，这个就是很陡的了。还有种一些1920年代的一些木质的楼梯的一种做法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灯永远是垂下来的，它其实门口跟楼梯的那个造型是相呼应的，上海那个西班牙建筑边这个叫什么，叫脚绳柱，脚手架的脚，脚绳就把绳子，很多人说是麻花，对，是麻花状，但是学名叫做脚绳柱，但这幢楼实际的它有很多 Art Deco 的痕迹在里边，如果大家到时候有机会去看的话，好像是170几号啊，大家进去看到它的阳台上铁的阳台的铸铁的，就是很摩登的做法，但是它的楼梯上面的楼梯柱和它的门头都是很传统的西班牙建筑的做法。其实西班牙建筑做法呢，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呢在上海相当多，特别是法国租界，但更多的是什么呢，再过去一点的衡山路啊武康路那一带。为什么西班牙建筑比较多呢？我也查过资料，后来在那个范文照他写的一本书上面找到，他说当时说那个西班牙建筑为什么在上海火有几个原因，首先西班牙建筑的造价便宜，它的所有材料都是能在本地能够调配到，你不像1933有说连黄沙石子都要从英国运过来，或者有很多的石材当地没有，西班牙建筑这些东西很亲民，你都能调配到，很便宜。第二个什么呢，门面造的比较漂亮，大家可以看刚刚那个脚绳柱啦，还有很多西班牙建筑门上面它有这种像铁的铰链，这种有点像英国英剧里边那种城堡的那种都铎风格的那种铁的装饰，西班牙建筑比较多，门面比较唬人，一看就很有气派，但实际的价格比较便宜。还有个说法呢是说，他说的西班牙建筑呢是其实是偏南欧的，南欧那边的建筑，南欧那边的夏天的气候呢跟上海有点一样，比较湿热，所以说呢他的那些窗的开设的做法呢，包括是这种做法呢比较适合上海的气候，那这一点
到底是不是准确呢不得而知，但是当时的那个早期留美的那个建筑师范文照呢，他的确是列过这几点的，所以说在上海的西班牙建筑特别多，不一定是住宅，包括就是连那个董家渡教堂，我看那个同济大学的校长武江老师他就说的嘛，同济大学的啊那个武江说的，董家渡的教堂其实就是上海近代最早的西班牙建筑，从这边开始慢慢的发展出来。还有这种就纯粹就是阿拉干莫挡子木头拼接的这种楼梯，但也会做一些小的这种装饰，大家也可以看，有的是蛮破败了，就有的还是状态蛮好的。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楼梯是主要的使用的那个怎么说是使用的方法嘛，上楼的方法，所以说呢在楼梯的栏杆上面做一些文章或者楼梯柱上面做文章呢还是主要流行的。但是到后来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像南昌大楼就有电梯出现了，多层高层以后呢楼梯就是作为一个辅助的了，但现在的话呢因为有建筑有规范的要求，所以楼梯上面不可能再花很多的心思来做的，所以反而看看当时的会觉得当时的你说楼梯扶手的设计呢是比较有意思的。那这个是室外的一个石柱的，当然了它那些涂料涂的让他觉得有些那个臃肿啊，但其实也是做的是蛮好的，那有些是镂空的这种做法，反正怎么说呢都是功能都一样的，但装饰呢其实还是蛮讲究的，那也是当时的这种审美啊的这种要求吧。因为还有很多房子有些是个人的房子，他我要做的好做的牢固做的精美，我要一代代传下去的，原来有这个想法，所以他会花大价钱花很长的时间来做。还有当时嘛因为有集体的审美的话呢这些东西都比较的讲究，那现在的话呢造房子更多讲的是速度或者是工艺的改进。还有一些这个其实是一个中式的一个式样的一个做法，斜的楼梯上，那这个呢这种镂空的它不能算很复杂的这种雕刻装饰，这种1920年代早期比较多的，其实在黄埔在人民广场附近啊那个贵州路啊什么都能看到，犹太人生活的那个舟山路啊都能看到，这也是一种当时那种做法吧，几个榫卯拼起来这个加上去。接下来说是地坪，地坪呢分几种，首先呢虽然说那个内容不多，但我跟大家分下类吧，一个叫洋灰颜色花砖，洋灰指的就是以前的那个进口的水泥嘛，彩色呢就是指它是那个就是有颜色的，通常呢是两种砖型。一般来说呢其实以前在哪里呢，在复兴中路就是我们说青天地周边的很多大的石库门里面能看到，为什么呢，它里面比较考究，一般是做成一层里面的，小的话呢厢房小空间里面比较多，但我这里边呢也在南昌路上面发现一些1920年代中期前期的一些，比如说当时它我们大家会觉得这些砖其实很多很漂亮都进口的，其实都是本地生产的，这是我收的一些资料，它什么的当中的这个图案和边上的图案任意搭配的，25配25啊，33配33，其实我33也可以配25的，边砖和新砖随便搭配的，所以如果大家走的多的会看到，哎，这个我好像看到过，但是旁边又不一样，为什么？其实它是随意搭配的，是这样的。它是怎么样呢？1、2、3、4，4块拼一个花纹的，然后呢，这个就是边砖最边上的4块拼一个花纹。一般来说，它的点是什么呢？颜色比较鲜艳的，花纹呢比较繁复的。说白了，那个这个放在室外还好，放在室内你晚上看心啊不停啊，比较烦的。但是呢这些呢大家可以看那么多年下来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耐磨，它一个是好处，一个什么呢，不怕虫，还有一个呢是耐磨，还有一个是不怕水。现在呢我之前在那个网上看到厦门有一户人家他在复制这个东西，其实厦门就蛮多也做得蛮好，但是蛮可惜卖不掉，因为单片太贵。它是什么做法呢？原来一个个模子它就用那个铜条把这个比如这个造型给圈好以后，一点点做好以后用不同的颜料
做好以后把它倒在水泥上面，一层层倒好，一点点渗干，然后再烧制，再什么，就工序很复杂的。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现在卖呢，他后来只能把它做成工艺品来卖，实际做呢没做出来，但东西是蛮好。其实我这个呢，我是实物是收了好多，但收呢也只能是堆在家里花园或者地下室，但当时呢是觉得这个好漂亮，但是后来走了多了觉得啊，这个东西也蛮多的。但现在有很多店，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店它会有做用这些东西来铺地的，我看到过好几家。这也是就相对来说这个花纹有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多了，八角形的这个小的花纹，这个花纹其实我后来也找到，其实大家可以看一样的花纹，颜色不一样，边砖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其实而且不止一家厂家生产，好多厂家都有生产。所以呢，这也就是当时的一种流行嘛，现在流行这种什么复合地板或者什么，就当时流行这样的。第二个呢叫马赛克。马赛克呢其实最早就是说是古希腊的，但是马赛克当时古希腊人他用的是很多墙上啊，包括是拼画。我们上海很多建的就是四角和六角形的，这就是四角形的，但是它会拼成很多花的。其实但是大家可以看，它其实我不知道它是故意的还是什么，反正会有些错开的，然后就一条过道，它是这样子拼的。那这也是个对不起，这是南昌大楼里面走廊里面的，这也是拼出来的，用不同颜色不同的那个排列的这些复制排列的这些图案来拼的。其实大家很多人说这些拼马赛克蛮厉害的，其实马赛克呢并不是像大家拼图一样的啪一丢趴在地上拼的，其实它是一般算好尺寸，事先它都排好的，所以说它是一片片拼的。所以说如果一块块拼的话，几十万块这个要拼死的，所以说是这样。但是有些这样花纹包括它这个尺寸呢是定制的，但在南昌路呢还没有看到过特别精致的马赛克，没有，但其他地方会有。就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它怎么定制的，就相当复杂了。南昌大楼因为它的整体的来说就是 Art Deco， 大家可以看到它那个窗上面每一层一层的颜色不一样，地上反映其实也一样的，用颜色线条勾勒开，然后不同的线条指示它走的方向嘛。这个是什么呢？楼梯转弯了，所以它做一个直角的，这个是直行的，就直接做出去的。其实跟我们不能说完全跟我们现在那个这个指示方向的箭头一样嘛，但是其实有这样的功能在里面，我个人认为所以说还是蛮漂亮的。接下来呢就是说在南昌路和周边发现水磨石，上海人讲磨光的字，因为我也会参与一些城市更新，还有包括一些室内的一些做的一些改造的一些项目呢，其实现在知道水磨石它是什么呢？用很多的石英石拼好以后，然后用水浇上水以后人工打磨的，这个成本很高，并不是它工艺难，是它花人工。像我们在高安路靠近赵家浜路做了大概二三十米的墙，用人工来水磨石来做，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个高安路一百弄对面那个房子也很好，外墙做的按照它那个里边元素来做。那个工人也说我们两个礼拜就磨了一点点，但是还好就是说因为做政府项目嘛，政府比较支持，所以说用水磨石这个做法。但水磨石呢其实20世纪前期呢是相当的火，这个我就说我不记得是门牌号码的，其实这个很中式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他现在一个厨房，这是一个兽、边上什么呢？其实这些就是中国的传统的那个如意啊，这些吉祥纹饰。这个是什么角呢？它是一个从上面下来的一个楼梯。这个房间呢其实是一个并不是住人的，它现在是用来厨房，原来我觉得也是一种次要的房间，但是做得很漂亮，一种两种三种四种五种颜色。这个寿司它坐在那个房间的最当中的，就比较中式的。还有这种八角星的做法，陕南村的也很漂亮。一进门，陕南村就是很棒的时候，一进门当中一个大的八角星，然后几节台阶上去，然后斜的楼梯拉上去，就感觉很气派。那这就很西方的。这个什么图案？大家
三阳开泰。但是这个房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30年代的 Art Deco 的建筑，但是它用的都是中式的装饰。三阳开泰一进门，三阳开泰，然后一层层进去，康熙通宝、产币和乾隆通宝，大家不要笑，这都是这什么呢？这叫嵌铜丝水磨石。大家看这个圈，它是用铜丝嵌进去，然后把不同石英倒进去的。那这是一个花园洋房，就说你进去一看，它是有很多中式的元素的，但是一看就是很 Art Deco 的、很摩登的房子。门一打开，一进去，首先一个三阳开泰、康熙通宝、产币，那个乾隆通宝，就觉得突然之间你会觉得这个房主很有意思。我没碰到过房主，我跟里边居民聊，他们说都是后面搬过来的。但是呢，我猜有可能就是说，房主是中国人，但是呢，他也是追流行的，但是也有很多传统的东西，而且放钱是钱币收藏呢，还是有这种招财进宝的寓意呢？这就不知道了。但是还是蛮特别的，像这样东西呢，就是说平时呢，也就是说每次偶尔发现的，就像一个彩蛋呀，很有意思的。这也就是说持续的有乐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元素啊，包括这种门把手上的 Art Deco 的这种做法，铜的，当然锁芯是换掉了，锁芯原来是很大的这种大钥匙进去开的，但是还是很漂亮的。还有这种很优雅的法式的，当时呢很多其实这些呢都是由外国的厂商、洋行做代理的。其实我以前也看到过这种那个 catalog， 还蛮棒的。就锁芯换掉，变成上 Springs， 但是呢，这些呢，其实说还留着，觉得就也是老洋房里面一部分。门上的这种雕刻，就是刚才那个地上的那个白颜色的马赛克，它门上是用这种对称的几何形的这种装饰了，你可以看它其实这个门上的那个锁的造型也蛮棒的。还有里边包括老的信箱，还写卢湾区什么什么，这个看不清楚，但是突然之间一下子就觉得回到了10年前、11年前，对吧？当时大家还是310103的时候。卢湾区，对。还有呢，这个呢是洋房里面人家自己做了一个防盗门，为什么放呢？大家觉得，我觉得还是做的蛮好的，万年青，然后这个还有四个海鸥，虽然你不能说是很精致吧，但是还是觉得当年这些人来做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还有呢，最后这个是发现了一些界碑啊 ，CMF 就是那对吧？法国租界的路界，这个呢是 BC Lot， 就是那个英国领事馆的道契，就是他在这边买了地，他有可能去英国领事馆做一个登记。这个现在应该是在英国领事馆道契里面，应该据说能够查到的是7500吧，大概反正是不同地块，他都是有所属人，大概多少大多的信息。那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南昌路找到的。就是这些痕迹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我来行走来发现南昌路呢，就不从他的故事，不从他的那些名人了，当然什么林风眠旧居啊，什么这个旧居那个旧居很多，那我更多的是找这些东西。看到这个我还坐在地上，可能那个阿婆还过来，哎呦小弟能做啥啊，我说我拍照，这种东西呢才是我比较喜欢去找的。就当然了，今天那个内容比较短，其实如果大家感兴趣，那个叫视频生活指南里面呢也讲过几篇，就是我观察这个城市里面，就不仅是南昌路了，就很多地方，就隔离懂的内容里面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它会写的更加的具体一些，照片呢也会更多一些。那其实这个最后这个也是已经要消失的一个地方。其实我就最后的结束语呢，我用了那个王安忆的一句话，就是有谁能不喜欢自己的时代，这本不是有选择的事情，不喜欢也要喜欢，一旦错过就再没了。就我觉得说得很好。我们现在看到，当然南昌路我觉得一直到我不在，这个南昌路还会很好坚挺的保持下去，但是我们的上海会很快的消失，
本来我带队的这边有我参加我前上周的活动的朋友，我也说的嘛，我本身夏天我想好好休息的，就做些室内的讲座的，但是没有办法，消失的地方太多了，我就担心我九月份回归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大家希望就这个抛砖引玉吧，就给大家一种启示，大家看看那个城市的时候呢，也可以想想看，除了我们平时的那些走的方式或者看书的方式呢，有没有可能进去啊，或者用一些别的方式来进行一下对于城市的观察和这种记录了。说不定你拍到的那张照片，你看到的那些画面，说过的那些人，就马上就成为历史了。这就是我们的城市的变化的一种记忆吧。如果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交流吧，好吧，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了。